家晚安。谢谢冷凝神探送的带你去流浪，好准时哦，大家好痒。你要不要先喝个奶茶汤？开直播。不停，要晚安。有洗头吗？我看起来像没洗头吗？我现在看起来像没洗头吗？人家看起来是像没洗头吗？因为我可能今天流太多汗了吧，今天超累的。看我今天的妆，不知道下了一番功夫，还是脱了。这妆可是持久了一整天的，除了眼线今天一直跳而已，其他都很完美。Hello， 塔瓦哥。哎，你说很痒，我没有说头很痒啊，我没有说很痒啊，我从刚开播就没有说很痒啊，你有问题吗？Hello 家树 ，Hello 小易 ，Hello 自伟哥，哦，我说好痒，不是说头好痒啦，我说好痒，不是头好痒，我是好像不是头好痒，是我刚刚没有，就是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外面，然后就流很多汗，然后回来之后就来不及洗澡，因为如果我洗澡的话，我就要卸妆，可是我卸妆，我晚上有直播，所以我就没有洗澡了，对。前几天去拿 recession 写 Daisy 那张开到零零，恭喜。其实我也没有流汗，就是黏黏的，很不舒服的。我来唱个歌好了。
会，对不起，所以我等下可能会打哈欠。谢谢玲玲神推的带你去流浪。但是我很难唱耶，烦。我最近很喜欢听田馥甄的歌。可以光明正大的打哈欠没有关系。好，我可能会捂个嘴巴吧。我最近啊，就是因为我转学嘛，就是反正就是我转学，然后所以我要去念高其他学校的高三，然后我就还要再考一次，我要再考一次统测，对，做事要考统测，然后。再考一次统测，嗯，然后我就觉得新学校的什么环境我是觉得没有比上个学校好，但是我觉得老师跟同学有比上个学校好，所以就还蛮开心的。然后最近，对啊，最近都在忙诗雅的毕业公演。还有就是八月的生日会，这样，嗯，没什么，还有单曲这样。为什么要转学？就转学啊，就没有什么原因就转学。就现在都在忙公司的事情，学生时代的姐姐嘲笑，希望好好适应新环境了。所以玲玲是要考统测，不用考学测。对，因为对高职好像是考统测吧，因为我考学测成绩太低了，而且我们学校又没有教学测的东西。谢谢林生推的带你去流浪。然后我还想，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办法专注一件事情，所以我在想我要不要休息一年，然后先把高三毕业证书拿到。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合约要延后一年很烦，所以也算了，因为我想要早点再结束。我今天真的超累，我想赶快下播洗头。直接休学干嘛？直接休学干嘛？你不要为了 TP 然后放弃自己的人生。学历还是很重要的。对啊，休学了欸，这什么梦幻的想法。你敢不懦弱，凭什么我们要错过？
谢谢林神特的带你去啦。我最近有在上唱歌课，然后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对我自己唱歌从很有自信到很没有自信，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上了唱歌课之后就是被老师称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知道唱歌课所以没有在怕了，知道自己都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就没关系就敢唱这样，但是还是因为其实我真的是比较，还是其实我真的会唱歌，只是我一直不知道，就是那时候我们班的人，然后就是可能是我声音的特质比较清亮一点，就是我的声音可能不是说很扎实很厚实的声音，可是我的声音是比较偏向张韶涵的那种声音，就是清亮型，所以我的声音就很明显，然后又很大声，然后而且我要是用真音唱歌，所以又比一般人还要，就是那一般的人还要更大声，然后就被老师说，因为我很瘦，所以可能用力的方式比较没有办法拿捏，可是我声音很稳。然后想说 ，Hello， 是老师耳朵有问题，还是我真的怀疑我自己唱歌能力？然后熊妹就跟我说，我觉得音准蛮好的。我想说 ，Hello， 你是耳朵有问题，还是我自己有问题？是我不知道。是老师说张韶涵也很瘦啊什么的，他说因为我太瘦。这种。张韶涵哭了，你请闭嘴，请闭嘴，请离开。谁知道啊？老师说张韶涵也很瘦啊，他也是可以把歌唱好。那时候他我不知道，反正他意思应该是说我也很瘦，所以我可以学习张韶涵那个路线嘛。就是因为好像很瘦的人不知道怎么用力还这样，我不知道，反正那老师这样讲。那老师很会看人欸。天哪，你们不要乱讲话好吗？不要侮辱张韶涵，不要侮辱张韶涵，他会哭欸。但是只有我自己能说，你们其他人不能说。其他人说，你们就不要在这直播间了。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可能需要他，可能要他唱歌老师来为我讲解一下。但是我们钱没有多到请张韶涵的唱歌老师，不知道他老师好像说有一种像萧敬腾的发力方式，跟碧昂斯的，然后说什么我比较适合碧昂斯的，因为女生很瘦，就那种不知道，反正他们老师就说有很多种用力的方式，他说我不适合萧敬腾那个方式，因为会有受限制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唱那个一样的月光，这是可以讲的吗？我不知道欸，不知道。算了，可以给你们听听看成果，那你就知道唱歌课到底有没有用。如果没有用的话，真的就没有用了，就一辈子出道不，一辈子红不了这样，一辈子红不了也太可怜了。
没有用吧？你有要翘唱歌红啊？不是唱不唱歌红的问题，是你看现在线上有哪一个艺人是只会跳不会唱歌的？几乎都女团吧？你怎么可能要靠女团走？如果真的要走演艺圈的话，你怎么可能靠女团走你的演艺之路啊？女团是有年龄限制的，看现在那种天后级30几岁，他们能维持到现在都是因为他们有实力，他们不仅会唱歌，也不仅会跳，又不仅会演戏，又会主持，像杨丞琳那样，她是天后级。像女团，你就能做到一个可能25岁就可能就比我更年轻的妹出现了，那是有年龄限制的，懂吗？所以女团就是年轻妹妹玩的东西，但如果你要认真走演艺之路的话，你不能靠女团你走，因为胶原蛋白会流失啊。但我也没有要走演艺这条路，所以不用去担心这个。除非你要当演员啦，但演员又是另外一件事。对，我以为你比较想演戏，就没有资源了。我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很现实层面，如果以一个现实层面来讲的话，我完全没有把我的梦想放在这边呢。你不走演艺圈，我当然不走演艺圈啊！真的没有太多的路可以，就是没有太多的前途。我觉得演员要靠资源，对啊，我没有那个资源就不用强求。担心我以后会跟七七跟品涵一样脸那么瘦，因为他们就是20几岁了嘛，然后开始就是新陈代谢啊，跟胶原蛋白流失，然后就会脸比较越来越凹进去这样。然后因为他们都很瘦，然后我就很怕，因为我自己也很瘦，我怕我以后可能胶原蛋白流失还怎样，然后就会脸就凹下去，不想要这样，会感觉会变得很丑。在季节退让，沉默的最荒，就这样去在了世界，为了离开的繁琐游离，锁进黑夜陷阱。然后虽然用真音唱歌快疯掉了，真音超高的，一样月光声音超高的。梦想放在餐桌上，我没有梦想，我不是梦想妹，我进去当梦想妹，太荒唐。好吃的芭辣。就因为最近在唱歌课就一直练啊，很烦啊。一样的月光，怎么看得我越来越心慌？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继续指引我孤单的方向。一样的月光，怎么照不亮未来的形状？呜呜，就这样吧，我的爱，让寂寞的月光占据我的床。有脆吗？当然是脆的，我不吃软的芭乐。自由的路况就这样阻挡了我们想超速的逃亡，还偷换气。独处的时光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搜集的拥抱。在做理智的世界，被我离开的
犯错有理，锁进黑暗陷阱。哦耶，看得我越来越心慌，你留下最清楚的步伐。破音，他用那时候唱歌可能就很容易就破音，然后老师都说老师都没有管，就是你就唱，然后至少比用假音唱好，然后破音，然后破音，然后说破音很正常啊，然后好破音很正常。一样的月光，怎么照不亮未来的形状？哦，就这样吧，我的爱，让寂寞的月光占据我的床。我觉得有变，我觉得我的声音有变，比较用力的唱了，就是比较扎实的，比较大一点了，不像之前那么要唱不唱扭扭捏捏。你一直都没有在管破音的吧？你滚，你滚，你不要来直播间，我讨厌你。不是啊，奇怪欸，就是，我觉得有些女生唱歌就是那种抒情音，然后用这种假音唱歌，因为觉得很 gay 白，就觉得很 gay 白啊。谢谢小子，爱你，就觉得很 gay 白啊。所以我就之前我国小的时候也是那一种，就很 gay 白哦。假音然后气音唱歌那种小小声，但现在就是，但现在就是拒绝这样的声音了。就对对对，老师说不是啊，你们老师就跟我们说，你们在那边扭捏什么啊？你们都不唱出来，你们不学会怎么发声，我是要怎么教你们其他东西这样？而且我们只要上一点点课，我根本学不到什么，但是还是要学到一点点东西啊。我觉得至少我敢唱了，虽然唱的。可能有偶尔会拼凑之类的，那没关系。必经绝路，拒绝假白唱法。对啊，拒绝，真的很拒绝。最真实的回忆，就是这段超高。来吗？我的爱，让疯狂的爱情占据我的床。老师有教我，就是我可以蹲下来唱，然后唱的比较上去。然后我就问老师说：“可是歌手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不可能蹲吧？蹲下去？”他说：“会啊，只是他们蹲的比较好看而已，只是你看不出来。”我说：“哦，是吗？”这样唱出来，老师才能帮你修正。对啊，我唱超大声的，我都没害怕的。老师说我们这班唱的最稳定的应该是布丁，然后再来就是我，因为就敢唱这样，不知道，不会唱歌。带我走也是很高的，我就想说老师为什么不喜欢带我走？因为我觉得我声线比较适合杨丞琳啊。就细细的，没有说不是像那种徐佳莹那种扎实的。而且我低音低不下去，就是我低音低下去会很难听。这次你却说带我走，我低下去真的低不下去呢，好笑。像土壤下进化的迷惑，我第二段才唱上去，第一段完全唱不上去。老师就觉得没有，他没有觉得我张韶涵，他说张韶涵也很瘦，可是他可以唱得很好听。这样，他说他可能要学他的用力方式吧，他没有跟我说，他没有说我很像。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带我走，就算我的爱你的自由都将成为泡沫，我不怕
带我走，带我走超好听，你可以去听清风的版本。可是清风版本不是很低音吗？小孩有什么歌是可以唱适合我唱的、啊？这首歌带我走唱，因为我低不下去啊，但我唱高的唱，但我低不下去。迷惑，向天空下面雨的汹涌，在你的手，你看在你的，我可能就是需要用假音。走游法国的梦，好难。在遥远的以后，带走我一个人自转的寂寞。你看破音，对啊，我不知道哎、欸，可能我需要在，因为我现在是坐着唱，所以那个发音不太好。老师说。就是坐姿跟坐姿有关系，这样。嗨，唱歌呢是需要学的，所以我觉得唱歌是可以练起来的。对我来讲，因为我的声音是好听的。你要站起来唱吗？不要。你可以不要在后面用微笑的表情吗？我觉得很智障，我觉得很有讽刺感，就是我也不喜欢，就是你要，就是我就不喜欢别人在一句话加微笑。就是如果是那种开心微笑没问题，但如果说问你问题然后还要加个微笑，我想说啊，请问你是什么意思微笑，就会觉得很烦啊，很烦。消失了，这样就听不到那个高假音的声音，全部都是真音的声音。这样 ，Hello Licky， 怎么在海里为一盏幸福？就我觉得我已经是敢唱的，就是有些成员可能不是会唱歌，他们都不敢唱，但我偏中间。哦，我手机好烫。嗯。听说有人唱到哭，对啊，对，有人唱到哭，我是没有哭啦，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哭的，就是歌唱课而已，就是老师要把你缺点抓出来，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少一点自由就蝙蝠，爱多了你受我的关心是一种束缚。而且我最近在看偶像剧，我在看小资女孩向前冲，这是我国小的东西了吧，我现在才看，它没有很好看，耗时间用的。谢谢大家的红玫瑰。唉，
人生啊。好吃哦，你知道吗？我跟安安最近超级喜欢吃去吃鼎泰丰的，超好吃！我第一次吃鼎泰丰献给安安。完美在线，就像特调节点，就是哒哒哒哒哒。依然还是持续在吃，然后鼎泰丰变成新的爱吃的东西。葱油抄手超好吃，炒饭。酸辣汤超好喝啊，好吃！你要带我去到天堂，如今是剩下便便一次猜想。日落的这一刻，我的心没太阳。还有什么理由？还有什么结果让我否认你的错？输了，我现在超想破音，我不知道今天怎么了，我想唱歌了，不要一直破音好吗？万玲，我要变林佳妮了。让我否认你的错，输了你的承诺，输了你的曾经说过要一直爱我。谢谢林珊珊的带你去流浪。我好期待你，我好期待，就是可以赶快，就是 M 那个单曲的 MV 可以赶快弄完，然后赶快给你们看。我应该会蛮漂亮的吧，在 MV 里面，期待。什么理由？还有什么结果让我否认你的错？输了你的承诺，输了你的曾经说过要一直爱我。妮妮 IG 暴增欸，有钱就可以啊，有钱就可以啊，对啊，有钱就可以啊。然后那时候超好笑，我跟人家去吃海底捞，然后我们搭计程车回家，然后就又遇到两个人喝醉，然后那个女的喝醉就说我可以搭这台计程车吗？然后那个男生就说啊有人搭了，他就那个女生就很失落说好吧，然后那个男生说随便一台啊，有钱就可以搭，这样装酷，有钱就可以，好吗？有钱办得到的事就不是问题。在说什么？OK 吗？你们在旁边看戏没有？懂吗？各位，不要再跟我说什么 IG 暴增不暴增的问题，我 IG 也可以暴增啊！
我 IG 也可以暴增啊，只是我粉丝不买而已啊。我叫他们不要买啊。不是，有钱不是这样花的吧？就是可能他们是开心，但是看玲玲神推，他也不会，玲玲神推他有钱，他也不会，就是他也不会像，就是他也不会帮我买粉丝啊，对啊，就是玲神推他，可能他就是送礼物，他自己想要的，因为他在他的钱，他自己决定。但是每个人都有他每个人的想法，就是可能他粉丝觉得钱可以这样花，我觉得他粉丝觉得值得就好了。他粉丝开心就好，对。他应该是影片红，不是买的。但你们要知道，不可能。你们要去看那个数据嘛？他们是他姐这样子、欸，而且我朋友有观看比他多的，都没有成长幅度这么快。就是所以呢，而且还有一点，你们知道怎么可以看吗？你如果粉丝起来，你的赞数也是要起来的。就是可能说你粉丝，你，我现在只有7000多粉丝这样，然后我现在赞平均是500，我现在赞的平均是600到800之间，是最正常的数字。啊，如果你粉丝比我还要再多，但赞数却比我少的话，那可能就是。你们知道的，你们要去算那个平均，就是很不正常啊。是浮云没有错，然后是数字没有错，但能得到什么吗？难道试镜的时候厂商会看你粉丝比较多，就会给你多点机会吗？还是看你这个人长相，或是看你这个人的才华，或是看你这个人特质，而不是看你粉丝吧？可能需要看到粉丝，但是如果你粉丝多，但你可能搜色人搜搜，就是厂商也可能不会选你，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看的、啊，很多面向啦。影片红归影片红。然后留言归留言多，然后粉丝归粉丝多，所以我觉得是不能混为一谈。对，如果是广告商要业配，可能会参考吧。他们会参考，但是他们还是要看你这个人适不适合他们的商品，或是看你这个人的贴文赞数啊。就你粉丝多，然后你贴文赞数200，这样也没有。如果我是厂商的话，我不会用。但如果你粉丝可能。10000，但是赞超赞每篇都10000多，我会用、欸、因为我看到很多小网美，他们是粉丝比我少，然后赞数都是7000-8000的，也有。那我宁愿赞数7000-8000，也不要粉丝多，因为那是空头账号啊！你知道现在很流行空头账号，不是流行，现在很多空头账号。对。我这想法太单纯。有看互动率高，什么叫有看互动率高？我这想法太可能人家有钱吧？你说谁有钱？他粉丝吗？我这想法太单纯，我是觉得反正账号不是跟着你一辈子的东西嘛，就是你合约结束就撤掉的东西，就没有需要。就像我跟安安聊，然后我就跟他聊到说什么，我朋友最近有人就是搬出去住，但是他家庭不是很有我，然后但是他还自己去跟朋友租房子，这样，然后看他这样花费啊，我就跟安安聊，安安说就是阶级复制啊，然后就是他那个不叫有钱，他那个叫乱花钱，对，留言跟数跟赞数。
好，我现在去看嘛，我去看一下。大家为什么最近都要讨论他？可以不要一直讨论他吗？很烦。我前几天才看到他1.2吗？然后1.2，然后1.4，也才1.2到1.4吧。然后我那天看1万多，然后现在总可能1万。他粉丝成长速度是数字比他观看那影片还要的高哎、欸，就是阶级复制啊！然后我那时候还觉得。阶级复制什么？就他阶级复制是什么？他说，就是这样，就是原生家庭带给你的环境教育，让你变成跟他们一样。这样，我说哦，是哦，就阶级复制啊。反正你不用不在意，不用特别去分析啦。那有人问呢，我就很想分析啊。哦，还有土珍珠出来了啦！哦，我不应该直播。我真的很烦欸，好恶心哦！啊，土蛋都出来，可以这段帮我剪掉吗？这是可以剪掉的东西吗？哎，可以，哎，可以剪掉吗？哦、oh, ，对，生日 T 的部分，大家要买起来哟！大家要买起来哟！大家买起来哟！说了你的承担，说等等等，现在会说这是可以免费看的吗？小心我把珍珠吐在你的脸上。大家请买，请买，请买，真的好看啦！我是真的蛮喜欢的。这是可以穿出去的呢。吐啊吐！我敢啊，为什么不敢？你敢让我吐？你敢出现在我面前，我就吐给你看。我这样好凶，我这样没有偶像的形象了，我这样没有偶像的形象了，我要被骂了。是本人亲自示范生日期也好看，拍谁？零零神探买吧，要买吗？零零神探要买吗？当然会买。谢谢木婷，家树要买吗 ？TS 要买吗 ？Free Plus 要买吗？大家要买吗？男生穿这件，男生穿这件没有问题吧？没有问题啊，比上一件还正常吧。For NG for everybody， 说到哪里需要修正吗？有，就是这条线可能会再粗一点，这条线可能会再粗一点。然后马车跟整体的大小会随着你买的 size 改变。然后我这件是 M 号，所以如果你再买大一点的话，可能再会这个再会大一点。大家至少要买5件哦。没问题啊，反正你圣诞 T 我都当睡衣穿。我觉得 M 我穿刚刚好哎、欸。Hello 玉，我觉得粉丝应该想要蹭着那一波影片的流量，然后让他的粉丝顺势往上，这样。可是这样的做法很不自然哎、欸。
觉得如果要做这种手段的话，就是需要自然一点，就是自然一点，你懂吗？像我就算自然。但像这个就是空头账号，这种就空头账号啊，就你这样滑，就是就你这样滑，它就一堆啊，就滑就一堆啊。现在灵神都会带你去流浪，不要 care 了啦，你最自然了。我想说明天再拍照片宣传生日 T， 谢玉的幸运四叶草。我之前还是会，我之前超在意的，现在小紫啾啾你哦，哎，我之前超在意粉丝数量，那我现在完全不 care， 就没有意义啊。终于吗？你多久没发文了？就不想发文了，就不想发文啊！你又不看，你又不看，你们又不按赞，你们不分享，你们不留言，你们也给我 feedback， 我就不想发，我就没有得到相对的回馈啊，就不想发，而且还要审文，很麻烦。就是现实动态就是要马上发出去的东西，然后你还要审文，就懒得发了，不要在意啦，怕你一直聊这个话题会得罪人，我得罪光了吧？你擦了。我不会在他面前讲，我没有说是谁。不是啊，你们刚有人这样留言，我就觉得很烦啊，就是我就不喜欢有人在留言的时候，就有人在留言，然后跟我说，哎，其他成员，然后发生了一件很这样的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说开心的话就算了，但是如果是那种很不重要的事情，我看到我就会觉得。这是我的直播间欸，超神奇。禁止好吗？可以不要吗？真的不要欸，就不要在直播留言。因为留言了不好会被你嘴，谢谢玉人哈，体谅我的小气，我比较有个性一点，谢谢阿成的红玫瑰，开心或不开心都要发文，那我现在很难过，我现在。也没有难过，现在不开心，我不知道发什么啊！我现在不知道发什么啊！我那时候是怎样梦想妹实习吗？我那时候可能还很，那时候可能还很天真吧。帮你买机器人就不用省了，
我不要数，我觉得是，我觉得这样，我觉得这样，我一发我就这样，我一发我就开始这样滑滑，我就会开始这样滑滑滑滑滑，然后看有没有刷新谁按赞我的贴文。那如果是啊赞，是因为发文时间不对嘛？那如果赞多，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边赞那么多，这张又没有很好看，所以我就不想要给我自己这样太多压力，就算了，不需要。发文就不需要发，就是没有特别的意义，或者没有特别的日子，没有特别好看的照片，就不会想发文。限动的话就更不用说，现实动态就是要马上立刻发出去的东西。哎、啊，你现在可能我现在吃晚餐，然后我就是想要现在跟大家分享我现在晚餐好吃，然后结果回家才发，然后哇、哦，现在已经十一点了，变宵夜了，然后大家传给你个泡，那凌晨再带你去流浪。丑啊，就所以才要典藏啊，就觉得自己照片很丑啊，所以不能典藏吗？不能典藏吗？好像不止我这成员会典藏吧，我记得蛮多成员都会典藏。只是我比较频繁而已，因为我本身就有这个习惯。我就随时更新一下我的页面啊，就像无名小站这样，随时更新页面。这什么衣服配整理裤？提到的凉凉汤很好吃哎、欸！哎呦，想要一个仪式感啊！上半身正常，上半身正式，然后这是什么线上谈话会有的情况？没有啦，开玩笑。我想洗脚，我等下直播结束立刻去洗脚，吃我的包麻。当呀，哒哒哒哒哒哒哒，让起。很不舒服啊，就身体黏就很不舒服，但又不能洗，因为我要等直播，我不能卸妆，我不想再化一次哦。你们懂不懂我的辛苦？你们懂不懂我的辛苦？懂不懂？懂不懂？然后又很累，然后又很累，然后又很想睡觉，可是又不能洗澡，你们知道很痛苦吗？很痛苦，所以我只能冷气开超强，让我自己身体没有那种黏黏的感觉，很辛苦，你们知道吗？我要哭了，怒吼！等单曲出来，我再跟你们分享故事，好不好？真的辛苦，真的辛苦。那不一样，你也开了一个小时了，等一下去早点去洗澡。而且我现在有点暴躁，因为我现在很就是上身体黏的很不舒服，我觉得那种暴躁，对不起，大家体谅我一下。那凌晨真的带你去了，让我真的有点暴躁，不好意思，我是一个有点洁癖的，所以我不允许自己身体上面有啰嗦的有很脏脏一点的东西，所以
就是不能洗澡的痛苦，然后又不能，我又不想改直播时间。然后我那时候回家的时候差不多下午两三点，我直接睡到一点多还两点多回家，我今天睡了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然后我昨天睡了两三个小时，我超累的。我觉得现在马上可以睡着。谢谢 Free Plus 的闪光星星，还是很香，但是是真的没有很臭。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太会流汗的人，然后也不太会有异味的人，可是还是很不舒服，很想赶快就是洗澡。Hello， 52502，那你快去洗澡吧，改天再开久一点。不要，我要赚直播时速。我好像开始觉得痒了，那你可能需要去治疗一下，可能需要去治疗一下，因为我是有原因的。你没有原因的痒，你可能需要去治疗一下，可能潮湿啊之类。暴躁淋漓时间差不多就可以休息了啦，不会是在这还是在小地台啊？直播时数超过可以干嘛？就应该可以赚多一点钱吧，应该可以赚多一点钱吧。虽然可能那一点是可能不到100块啦，但是积少成多嘛，积少成多还是可以的啦。可是我开五个小时不一定会有人看啊。谢谢竹轮送的红玫瑰，那我现在也只有 TP 啊，而我又不想要花爸妈的钱。因为我就是长女吧，长女可能比较不，长女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想要伸手，因为长女伸手要钱，然后弟弟也会跟着要钱，但是我也没有伸手要钱，可是我弟超常要钱，所以我就觉得我弟这样很不 OK， 所以我就想要做榜样，就是跟他说不要一直跟家人要钱，去打工呗。我要开学了耶，而且最近TP 很多活动啊，最近诗雅的毕业公演啊，对啊，其实对啊，又忙又累，又有单曲，然后又有学校面试啊，学校的暑假作业，我要写暑假作业，就是我不知道那时候老师跟我说，我有暑假作业要写，就是他说能写就尽量写，哎，我当然是要写、啊，而且那时候老师还跟我们说他们12月要去毕业旅行，然后要我跟着去，这样我就很开心很期待，因为其实我是蛮喜欢出去玩的，所以可以跟同学新同学去毕业旅行很开心。然后有看了几个新同学，然后他们就很热情的跟我打招呼，他说你是什么科的吗，讲，然后老师也很热情，然后带我认识大家，说我们学校的同学都很单纯啊什么的，就很开心可以转到一个适合我的环境，因为上一所学校真的太不适合我了，就读得很痛苦，然后老师也痛苦，我也痛苦，同学也痛苦，然后转学之后真的好很多，就是环境的问题。
真的很开心哎、欸。但是我那所学校有点远，所以我可能要早点起床。可是听说那所学校好像没有什么迟到要罚站啊，然后不罚站就要记警告的这种奇怪的条例，所以不罚很烦哎、欸。我之前那所学校就是你不乖就记警告，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软就可以其他可以解决的方式，就要么写字数表，就字数表就是那种写那种画格子，然后写字数表，然后0.5然后0.5那个格子，然后0.5字数表，我跟你们分享过吧，0.5字数表，这样字数表不写记警告小过，然后这样，然后老师还会威胁嘛，那不算威胁，就是警告嘛，也不算警告，就是用话语来让你很怕，就说，哎呦，你要挤满什么三大过喽，哎呦，你要毕不了业喽，你再不去补学分就没有办法满学分了，为什么不补？你平常没时间，就是那些老师会让我觉得压力很大，就会觉得我不喜欢这样子，为了读书就是为了做这些事情，我喜欢是。就是顺其自然，然后不需要任何去强求，这样就是他们好像去学校都为了拿到毕业证书，我就觉得我去学校是为了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交朋友，然后学习一些社交能力。我觉得学校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社交，学习怎么社交，因为学校也是小型社会，而不是给你在那边就是逼你说啊、哦、去校警告，哎呦，就是字数表，然后说0.5哦，戴耳环哦。干嘛？就是很麻烦的东西啊，就是我会不喜欢，所以我转学我很开心这样。而且那个老师对我超好的，就是那个老师还跟我说，那个老师跟我说，女生的制服费是6800，然后因为只剩一年了，你可以先交，然后我看看能不能再退给你，超好的、欸，超级好哎、欸。然后对啊，就是我以为就是可能还要再花一笔制服费的。没有、欸、老师说可以退掉，我真的开心，我真的很感动。然后那时候老师跟我就认真看说，看可不可以能退掉，这样我真的是很感动，能遇到一个这么好的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因为我们那个学校是可以就是可以骑机车的，然后就老师就骑机车上来，然后刚好看到我，哎，他连我他只跟我用 LINE 聊天过，但他完全没有看过我本人，他就知道。我叫婉玲，然后婉玲过来，然后就觉得很有亲切感，就是不会有一间学校是转学生来，然后还会老师来直接叫你婉玲过来，就是很有亲切感，就是我很喜欢。我那一天到的时候，我是很喜欢的，但是我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但是看起来是蛮好的。然后班导是女生，不会遇到奇怪的班导了。然后班导是女生，然后班导也。就是蛮温柔的，然后对我也蛮好的，然后就笑笑的、啊，然后跟我说：“那我就先帮你分到舞蹈组哦。”这样，现在是红的掌声鼓励，亲切到这种程度，反而觉得毛毛的。没有，因为那边学校很缺学生吧。然后那校长直接没有看我资料，就直接签名。我想说，因为其他好像是前面都要先给什么组长啊、主任签名嘛，然后都过了。然后给校长，校长都说很高兴可以欢迎你的，然后就签名，然后就结束。老师蛮用心的，有些了解韩玲玲的样子。对啊，就是他，对他们也知道我有公司，然后就说体谅我啊什么的，但是还是要以学校为主，不然这样毕不了业。就对，可能我比较适合这种比较人比较少，然后比较单纯一点的环境，然后不需要太多的光鲜亮丽的资源，然后帮你去。招生啊，宣传啊，然后很多学生都在明争暗斗，争取表演机会。我觉得可能我比较不适合这个，因为那时候之前那所学校的时候，就是因为 TP 嘛，然后就很常没去学校。然后因为是那科系比较注重是团体精神，然后可能你没有去学校啊，很常缺席，他们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跟大家格格不入，跟大家不一样。啊，你又长得漂亮，然后又有经纪公司，他们就会眼红，说你这人怎么跟大家不一样。是不是很高傲、骄傲、公主病，然后就开始对你闲言闲语？啊，我听到那些，我当然会觉得说，我就更不想去学校了吧，对吧、啊？
对，而且那老师一眼就看出来说，哦，那你要坚持住哦，我看到我感受到你气场，我怕你没有办法坚持住这样，然后就觉得老师很会看人、欸、对啊，我就是很会看人，可能是我太明显吧，就我蛮容易被看穿的。所以玲玲在之前的学校被霸凌哦，没有哎、欸，不算被霸凌吧，霸凌是打你殴打这种，我没有被霸凌。高二高三同学都蛮好，但高一可能就不太好。怎么这么自然的带过长得很漂亮的部分？哎呦，我不想要读玉人的留言，玉人真的很烦，玉人今天的留言有点太过分了，我不想读。然后希望可以赶快找到那个房子，因为找一间离可能学校比较近的，或是离我妈工作比较近，就可以赶快搬出去搬家。最近在找房子。我是人性化学校，我就不喜欢别人一直逼着我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我就觉得很没意义。我觉得来学校学习不是给你这边写字数，反正就是学校有些制度我不太喜欢。不要，大家不要一直去，哦哟，大家不要一直去，就是放大我讲的那个一些东西，好不好？就是其他可以，就长得漂亮。不是我讲的啦，别人讲，可能别人跟我说的，就别人跟我说，可能看你长得漂亮，但我们讲是别人跟我讲的。对啊，我要去外面租房子。我跟我那个啦，我不是跟朋友，跟家人。要学习怎么独立啊，因为我朋友是跟。朋友，我朋友是跟他的朋友去租房子，然后就感觉，因为那个我本来答应我那个朋友要跟他一起租房子，可是我看到我那个朋友跟另外一个朋友租房子的时候，我就很庆幸我没有跟那个朋友租房子，因为朋友跟朋友租房子一定会有吵架跟金钱上面的纠纷，就不想要为了钱而跟朋友吵架，然后不想要把钱算那么清楚，就也很难为情，就是想。谈到钱就伤感情嘛，就不想要跟朋友因为这样就是吵架，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跟他一起租房子是好的，而且他们还养猫咪、欸、猫咪耶、欸、需要花很多的钱，而且就是一定会遇到什么争执什么的，就不太放心跟朋友一起租房子。房租该不会也要自己出吧？我如果我房租自己出的话，我可能会垮吧，我怎么可能？我爸妈还没有那么狠心到这种程度。对，像我跟我妈说女生制服费6800，我妈也说好，之后再给你，也没有叫我自己出啊。对啊，而且我只要跟我妈说一声，可能这个月金钱没有办法，就是我可能跟我妈说，可能这个月没有办法自己缴手机费，我妈就会帮我缴。因为我妈是我的靠山，一起住说不定就没有办法当朋友了。对啊，就变成像房，就是那种什么室友的感觉，没这么夸张啦。到了类似之类，小事会很麻烦。每个我不是这种人啊，你们就知道我就不是这种人，而且我也没有跟我也不会跟粉丝要礼物，我也不会跟粉丝。这样子做这种事，因为就是觉得良心过意不去嘛。像上次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一起接，就是不差，大家对不对？我生前真的卖的不差，毕竟可以一起玩跟一起住是两回事。对啊，晚工是怎样啊？讲话放尊重一点好不好？还俊逸嘞，跟我的账，跟我那个名字一样，跟我念榜的名字一样，张俊逸，张逸俊，女友一个很像粉丝的名字。而且我粉丝也不是不太会，
我粉丝也是不太会就是献殷勤的这种。我觉得我粉丝是那种默默的，然后可能偶尔写个卡片啊，然后可能偶尔来传个讯息啊，然后偶尔来留个言看个直播这种，然后偶尔来可能活动上面找你的。我粉丝不是那种会大费周章的这种，然后我粉丝也不是那种会可能送你很多很昂贵的礼物，然后就是搞得大家都注意到的那种。就是我粉丝比较低调，我觉得低调有低调的好啦，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想要高调一点，但是低调有低调的好。没关系，我也没钱赞助你，好到抽不到纸币了我就低调低调。对啊，你们都很低调，我觉得我粉丝都蛮低调的，我觉得这样很好啊。那你喜欢深情的粉丝吗？不喜欢，我喜欢刚刚好的粉丝，懂得拿捏好尺，懂得拿捏好尺度跟分寸，跟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粉丝。玲玲外面住，到时候三餐吃什么很头疼。没有，我现在就很烦恼，我三餐要吃什么。纸笔能重以满足，身材要刚刚好吗？哦，没有，我们不需要你们身材刚刚好。对啊，因为我觉得玲玲神态就是很低调，然后默默的贡献的这种，我就很开心。像其实我也不奢求说你们一定要做什么生日，可能那单要送的是颜色是我喜欢的，真的送花真的就开心了。其实其他的真的不奢求。就是我第一次收到花是16岁，然后是来进来 TP 第一个生日。就收到，真的，这年纪没有男生会这么浮夸，只有粉丝会做这种事情。可是很享受啦，就是第一次收到花是你们送的，真的开心。我看我现在露出幸福洋溢的微笑。Free Flow 跟王学玉讲话，开心就好。这个微笑100分啊！然后就是，希望可以高三毕业，希望可以拿到毕业证书，希望可以拿到毕业证书，希望我可以乖乖去学校，希望我可以不要迟到，希望我可以不要常不去学校，希望我可以一直去学校，希望我可以拿到毕业证书，希望我可以考到大学，希望可以考到离家近的大学，希望可以赶快跟朋友完成毕业，希望可以到新学校不要被别人讨厌。我现在直播祈祷一些事情，希望诗雅的毕业演唱会可以顺利结束，希望8月可以跟安安去成功小琉球。小琉球，说到小琉球，真的希望可以跟安安去到小琉球。我们都已经想好要怎么办了，我们都已经想好要怎么去了。不行，我觉得我不行，我一定要坚持住。18岁想要收什么低调的生日礼物，花就好了，我就喜欢花，花就够了，我真的看到花就开心，真的其他都还好。那时间会不会有更动？对，因为还特别问姐姐说那个时间没有活动，但姐姐说目前是没有，但不知道会不会突然临时有活动。很少进 TP 之后真的很少出去玩，现在玲玲神态的带你去流浪。不强求啦，没去就没去，不去就不去啊！我要看开一点，我要学个，我要有大人的样子，不去就不去嘛，就一定没有一定不能去啊，卡到就卡到啊，能去就能去就去啊！大人不是都看很你，大家都说太贵，可鼎泰丰好吃啊，那个性价比值得。
很少吃啦，我们可能我昨天成功的搭讪第一个拒绝我昨天拒绝了这一个月以来第一个被我拒绝了第一个怎么讲我这个月第一次拒绝别人的搭讪就是昨天的那个男生。昨天练习结束吃完鼎泰丰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个人说我觉得你很可爱可以认识你一下吗我说不好意思不方便他说好没关系他就走了。就走了非常听话不会很鲁。不像我前几天去吃一兰遇到一个人已经有女朋友了还来找我要 LINE。就是他说他可以跟你加个 LINE 吗说不好意思不太方便。这样。不好意思不太方便。然后我说哈为什么我说好好好给你加他说啊你刚刚去哪里我刚说我说我刚刚去上完唱歌课这样他说唱歌课你有往演艺方面走吗如果你有问题可以问我我女朋友是一零的模特儿我就心想说你就已经有女朋友了还找我要赖超糟糕我不要成为别人的小三我真的会被别人讨厌我被女生讨厌都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也没有做什么啊不要我真的被女生讨厌欸对啊而且前几天我们去柴迪岛的时候就分享搭讪事迹然后壁虎姐就说我就一脸写着来认识我来搭讪我来找我来约我他就壁虎姐说我一脸就写的来约我来找我来搭讪我这几个字然后因为我弟长得蛮帅的嘛，然后壁虎姐姐说：“你把你弟设最低标准，没有比你弟帅的。”这是渣男吸引机耶，没有好不好？我有遇过还不错的男生，我有遇过还不错的男生吗？有啦，但是，对，你们现在几岁？你们搞不好小六岁之后跟我同年，拒绝，可喜可贺。以后请继续，我会说不好意思，不方便。学会了，不好意思，不方便。Hello， 艾拉 ，Hello， 数字君。第一名是玲玲神推，谢谢玲玲神推。第二名是小紫，谢谢小紫。第三名是玉，谢谢玉。第四名是。自伟哥，谢谢自伟哥。第五名是世宏，谢谢世宏。第六名是 Free Plus， 谢谢 Free Plus。第七名是布丁，谢谢布丁。第八名是回回，谢谢回回。第九名是竹轮，谢谢竹轮。第十名是穆婷，谢谢穆婷。恭喜前三位，玲玲神推，小紫跟玉。恭喜前三位。我就直接念吧，没有跟你们说要念吧，我就直接念。赶时间，我要去洗澡了。我靠第二个你骂脏话然后我就念留言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我刚直接没有我没有在骂脏话我在念留言对不起没有太自然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大家我真的不是故意我在念小紫的留言我这样太顺了念下去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好，不要再直可以，大家可以不要留言骂脏话吗？因为我怕我念了就太自然了。算吧，没关系。好，行，可爱的鬼脸，好啊。这样我可爱的鬼脸吗？你要的可爱的鬼脸是这种吗？哈哈哈，超可爱，可以指定。哎呦，又是 wink， 指定对镜头秀福利，让我学习了怎么 wink。wink 也是需要。来吧，玲玲神推，真的越来越会了。对啊，被你们训练的，训练有成。我真的是被你们训练有成。
训练有成的 wink。我已经想好线上没讲话讲，就是一直讲你 wink， 你 wink， 你 wink， 你 wink 了。我就一直嘴巴抽搐这样。来一个可爱的宣传生日题。哦，好哦，来穿上我的生日题。这件是我18岁生日 T， 然后我的理念是，因为我很喜欢看老电影，所以我就喜欢马车，就是老电影里面都很多马车嘛，然后就马车，还有帽子，大帽子，因为那个时期也很流行大帽子，然后只有樱桃的设计，因为我最近觉得樱桃很可爱，有年轻的感觉，然后这边有那种 Winley 写，这边其实有小小小时候写我的英文名字。温令这样，然后就是外围的英文的自己，就想到这个，就是会回想到我曾经18岁的自己，对。然后这边是样年轻，18岁就一个年轻的感觉，嗯，给曾经年轻的自己这样。然后中间是一个复古的设计，就虽然可能是还很年轻，可是有我复古的心灵在，就是有我的老灵魂，马车跟帽子。原来樱桃是年轻的象征 ，Cherry， Good， 买起来！林雨神推要买，林雨神推我要指定你买10件以上哦，不是问题吧？买给你女朋友穿，18岁的时候可以再拿来穿 ，OK 啊，如果还在的话啦，我会跟我儿子跟女儿分享吧，我会跟我儿子跟女儿分享，如果我小孩的话，会跟我儿子、女儿、老公分享，说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是女团出身的，然后也有自己设计过生日 T 这样。好了，宣传好耶，还没买的快去下，刚刚缴完费了。谢谢博威，谢谢博威，谢谢博威支持我的生日 T。啊，这次我的卡片会写的不一样了，因为上次写一样，员工反应，所以这次会写的不一样。真的会画不一样的图，每张都不一样。耶、yeah, ！谢谢你们来看我今天非常狼狈、非常暴躁、讲完非常直接的直播，因为就是你们认识的我嘛，你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也认识一阵子，就是如果可能，我第一次直播讲话这么直接，你们可能觉得怎么不太习惯？可是因为我也认识大家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嘛。2年的时间了，安安都是一个讲话很直接，我跟安安讲话很直接，所以我们两个才会就是当朋友，因为我们两个讲话都很直接，我能包容安安的直接，安安能包。好了，实践有够低调哎、欸，那要100件吗？100件可以吧？100件我直接不用担心我的销量了耶。直接凌晨直接占一半，直接占1/3耶，直接占1/3耶，还好啦，也没有说多糙多早哦。好，大家请支持我生日题哦，大家请支持我生日题。新粉丝被你说不要看，应该就真的被你吓跑了吧？还好我够老，用心也期待生日期跟使命信片。好的，谢谢大家帮我，但谢谢大家有帮我买生日期的歌，哎，现在谢谢大家就是有支持我生日期的各位。好，谢谢大家来看我今天的直播，真的是谢谢。50件可以吧？林神推50件可以的。买50件衣服，零零的生日 T 就不用烦恼一年的衣服了。多买一点，让零零画到手软；多买一点，让我不嫌吃穿，不愁吃穿。应该没有那么夸张啦。多买一点，让我画到手软，可以的。多买一点，衣柜放不下，你可以放旁边，你可以不要拆开。我要去洗香香了，我真的太想洗澡了。我今天一整天就是
在大自然里面奔跑，像个野外的孩子一样，野孩子。好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大拜拜，大拜拜，我是野孩子，什么工作在大自然奔跑？快去洗澡呗！拜拜，你们知道就会知道了。拜拜拜拜拜拜，应该快了啦！拜拜拜拜，真的是暴雷王，拜拜。拜拜。